过喝点醉的时候，隔天早已西风。在油坊德里城，有一个人带着四个他的女孩子往德恩地区住居。这人名叫比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马罗米。这两个角色，一个名叫马林，一个名叫西林，都是油坊德里城的女坊家人。放在德恩地也是这样的。后来他和你的丈夫比利米勒死了，那个富人是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梅兰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德永巴，一个名叫杜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林和杜德二人也死了，剩下马林女儿没有丈夫，只有一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始终要从梅兰地追回，因为他在梅兰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区。马罗米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你们个人回犹大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坐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”于是马罗米一探心扉，他就放声而哭，说：“不然，你是因为之前和你等过去。”马罗米说：“我愿意，不过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的丈夫吗？”马罗米回去吧，我们做王了，不能做你丈夫。如果说我还有指望，因为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可能等着他们长大呢。你们怎么等着他们得到别人呢？庄园们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痛苦求死，因为耶和华真的攻击我。两个儿子又放心而哭，只有他与儿子分手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马罗米。马罗米说：“看啊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”路德说：“不要对我回去和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除非我能使你俩相遇，不然我耶和华必定放他你。”马罗米见路德这么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上台。于是二人齐行，来到德里城。看到了德里城，河城的人就都惊讶了。路德说：“这是马罗米吗？”马罗米对他说：“不要叫我马罗米，马罗米就是神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主的意思。因为前两者是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思绪，耶和华是我空空的水了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前两者是我受苦，就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马罗米呢？”马罗米和他儿子德拉米和路德从摩拉地回来到德里城，正是正好出大难的时候。路德记第二章。马罗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德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德阿斯和路德对马罗米说：“从我往前奔去，我能回的恩就在这个身上使此难受。”马罗米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可早去。”路德就去了，来到城中，在休息的人身后使此难受。他恰巧到了比利米勒本族的人托阿斯那块田里。托阿斯正从伯利城来，对休息的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
苏阿斯用监管苏波的图文国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苏波的图文国，我的女子，家庭的儿女从摩天轮回来的。他说，从你和我跟着苏波的人，拾起法宠剩下的麦穗，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我俩在屋子里睡一会儿，藏在这里。和阿斯对我女儿说：“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眼里拾起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藏于我十五年上一次。我的仆人就是麦穗和苏波，你就跟着他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准欺负你。你的手就可以到妇女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”穆德就是不在地吃饭，就是说，我就是外邦人，本名明敏的恩，是我父系人。阿斯回答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把你向仇恨所寻的，是你离开父母的本地，到四处认识的民中，这不是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所行的赏赐你。”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穆德说：“我主啊，愿你赐我永生人恩。我虽然不及你的耶和华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”当我吃饭的时候，我阿斯对穆德说：“你到这里来吃点，将点放在这里。”穆德就在苏波的人旁边坐着，他们把丰满的碎果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他起来又拾起麦穗，苏阿斯吩咐仆人说：“他就是在本中拾起麦穗，也可以忍饱，至少吃一点。现在从城里偷出些来，留在地下，任他拾起，至少吃最好。”这样，穆德在田间拾起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双手拾起的少了约有第一勺的麦，他就把手拾起的倒进田里给咳嗽上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咳嗽。咳嗽问他说：“你今日在哪里拾起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你赐福你的咳嗽。”穆德就告诉咳嗽说：“我今日在一个名叫多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”他有女婿儿子说：“愿那人能约束他自己，因为他不愿意相信所有人。”